我有能者，我们无话可说了。在英灵殿中的都是欧丁最信任的盟友，盟友，更像是监工和奴隶。来吧，幼龙，我们来会会这位守护者海姆达尔。我想这会很有趣的。 由我来评断局。索林尼尔，你不需要听从这个傀儡的指示。欧丁认为，不听他指挥的飞龙就是毫无价值的保卫者。你自己的价值，不需要别人来给。 战斗，前方的路为你而开。巨龙，准备好迎接我的怒气。别插手，华尔奇。 这是我们龙族和你的主人之间的事。巨龙，出于荣誉，我不得不阻止你。那么，你的确比欧丁更有荣誉感。索林尼尔也有同样强烈的荣誉感。他们以为留在这里是为了更伟大的使命，保护艾泽拉斯。让开，埃伊尔。这件事跟你无关。 女盾士，退下！巨龙，愿你的战斗能证明自己。你也是。若是你真的选择走上那条路，你傲慢的守卫者对他的仆人既无尊重，也不诚实。 资格浪费我的时间吗？啊，欧丁，我们想跟你说句话，其实是很多话。了不起，我从没想过有人能与华尔拉雅的力量抗衡。
废话少说，守卫者，你真的懦弱到不敢亲自面对我们吗？幼龙，你真放肆！你胆敢侮辱华尔拉雅的统治者？来吧，与我一战！懦夫，伪君子，骗子！你来到这个世界，还要求这个世界的生命臣服于你，胆子还真大！你宣称巨龙不够格保护艾泽拉斯，你却将他们当成奴仆使唤，你称他们为神之，然后将他们的力量据为己有。就算没有你，索林尼亚也一样优异。他们被自己的荣誉束缚在这里，永远不值得这份荣誉。风暴飞龙，你们是真正的龙族，并不是听命于那些不够格守卫者的傀儡。你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道路。你们想要的话，巨龙群岛随时欢迎你们，与你们的族人团聚，享受与生俱来的权利。所有龙族忠于自己的信念，Hold a Dong Shi。